你们这边鲍鱼是吗？也不是啊，我们是鲍鱼来的。鲍鱼啦，那王九炒啊啦也是招牌之一，常带推荐他们。如果你是想吃好吃的东西，不要有那种乡村感觉，不用远，那锦江就有了。今天来到镇江是一个杨豆腐，看看树几大哥，应该很多年历史了。超级福州辣椒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摄影师，没有。先吃原味，高端酱，炸的，葱姜都是好吃的，啊，真蘸料，中间沾下去两样都沾到，酱的味道不错，味道很中间，我吃嘛，可以了，姐姐，辣椒就没什么辣，这个等一下吃看那个隐藏的会不会辣，这个就没什么辣，想要吃吃力多一点，喜欢比较后悔啊，后面来，那个辣，掉下去没有讲了，有啊，后劲，那王九炒的辣也是招牌之一，常带推荐他们。 吃就不会太多啊，因为还是炒的，吃下，直接用手，哇香！哇，王九不是那种薄薄的，浓浓的，给的，啊，美丽都有，那肉也 OK， 重点还要是这个炸吧，不给。如果你是想吃好吃的东西，不要有那种乡村感觉，不用远，那锦江就有了。老板娘，你们这里开了多少年了？20多年了。一直都是你做的？一直都是我做的。哦，你们这特别鲍鱼是吗？也不是。啊，我们是鲍鱼来的。你们休息几天一个礼拜？我们休息一个礼拜，星期一、星期五。哦，两天啊。嗯，好。